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神经的激素了吗？我打枪上去了。这个点是固定的管子不？下水管走电线那头一回，应该效果还不错吧？马工，热不热？你看我这汗，你说我热不热？后悔吧？不后悔，主要好看。满头大汗。哎呀，清洁大人做的啊，我要这个。白萝水。哎，这个东西好看是好看，确实有点太慢了。今天搞了一天，才整了大概有四分之一。哎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世上真有如此漂亮的地方吗？那那是天堂。用这些管道接头在这儿拼一个野鸡青年字母的缩写。感觉还挺有意思的。字母儿，字母。哎，野鸡青年不是来了吗？来了。野鸡青年。能这个能整出来。有点回到了80年的感觉。这个东西可是老伙计了。半年前的产物，房子还不少。滚！好嘞。哎呀，好，你别去订房好吗？我的好。哎，两个都是就是订房吗？我是珍珠，你是假的。这边羊圈咖啡厅搞定了啊，但是怎样呢？快速从我们隔壁民宿院子到这边呢，需要打掉这面墙，这叫啥呀？开车大吉啊！我去，什么解释？哎呀，飘啥？依然还不行，冲啊！还紧张呢，慢些哈。哎呀！上台上啊，一二三，哎呀，我操，哎呀，我操，啊，好，现在不用了，走。下午茶的主持人，还是我对你们好，嘿，不用说普通话，你是？我在外面吃火锅，我给他吃，我要干活的，你怎么吃？我的妈的，给我这黑汗呐，真的。这边好看，刚弄完，刚弄完能坐过来吗？你是可以坐，可以坐。爸妈过来看是不是坐这边，这边舒服的很。哎，两个穿的一模一样啊，兄弟俩嘛。啊，你得有两米。我90，190，对。你掰一块蔬菜。啊，好，别动。小孩子很苦。我有信心吗？
哎，先菜弄好，再给人进去了。你们在这没？现在咱们挺怕的呢。下午给他洗个澡。哎呦！我也不吃香味，还要剥香蕉。把脑壳拆了。你来帮我们剥。裹上这个鸡蛋液，再蘸上这个面包糠。王哥，这人不能吃，你没吃吧？哎呀， Hello. 王哥，你来了，给我的是吧？我那儿今天就鹅入住了，鹅我也会做。鹅来了是朋友。上锅蒸上。我靠！这翻车了。这个盒子它不能蒸，变形了。这回放那个能抗热的盒子。哎，这儿有空来吃饭，拜拜。这道菜是肥儿的最爱，香酥土豆片。这肉也好了，非常轻松的，这肉一下就挑破了。咱这都是斯文人，稍微改一下刀。那个叫娘肉，那个吃一个吃饱了。嗯，红这个。嗯，好好。看这个。